我现在徒步去我的 SPA， 往后面背着，啊，好重啊！啊，后悔了，拿这么多东西。啊，看一下后面的风景，太美了。耶！好，现在，现在我要徒步去我们的露营地点。这是我第一次上一个岛上露营啊，没有电，没有水，没有厕所，什么都没有，很原始的啊，太美了啊！啊，幸亏露营地点不太远，要不然我一会儿就累死了。看我这一后背背的东西，啊，大概得有50磅吧，啊，哎呀妈呀！太老了，啊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嗯，哎 ，Hello， 嗨，啊，马上就到了，太大了，这是我们带的东西。啊，看看，啊，这么大一堆全是我们的，你有孩子 ？Oh my god！ 啊，卸下来，啊啊，这是从我背上摘下来的，哦，一大包，叮叮当当，啊，对，马上就要 set up， 把帐篷搭起来，这地方不错哎，一个我们的朋友的帐篷，他们已经搭好了，耶、yeah。